0011这一题、哦、把它下载下来打开。刚刚那些题特别注意哦，如果你要把它存起来的时候，记得哦，储存的时候哦，哎，这边储存呢，记得哦，按否哦。我前面讲过哦，你一定要选择什么了？选择那个格式一定要启用聚集活页簿哦。哦，你如果按是的话，你刚刚写的 VBA 也会消失不见哦。所以这边的话，把它储存一下。储存完之后的话，那我们来看要011，所以把一样题目打开来。那苗栗跟宜兰的总和啊，你会发现哦，哎，苗栗指的是什么呢？有苗栗开头的，宜兰指的是宜兰开头，哎，两个，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要怎么处理两个县市啊？啊，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呐、啊，最近使用过的，你可以怎么样？这个范围里面怎么样？先找什么呢？找苗栗开头的，然后再把它加上宜兰开头的，也可以啊。哦啊，所以啊，第一个这边的话，你可以啊，这个地方哈、啊，你打一个一样嘛哈、哦，我们打那个苗栗开头的，所以这边的话你就打一个哦，苗栗开头就一个星号，记得这个地方，嗯，好像用问号也可以，只是说你会发现问号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好麻烦，所以干脆用这样子。然后 sum range 指的是职工人数，后面把它加起来，哈、哦，30个人，按确定。那宜兰的话呢，就是再把它复制一下，怎么样呢？加上后面贴上就可以了。那把什么呢？把这个范围里面的苗栗改成什么呢？改成宜兰，这样就大功告成了。OK， 好，打个勾，哎，42个，该可以理解了哈、哦。嗯，好。不过呢，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一样把它变 VBA， 好啊，这边把它改一下。我刚刚按 Ctrl 键拖拉哈 ，Ctrl 键拖拉，那这边如果要变 VBA 的话，其实哈、哦、刚刚有写过了嘛，所以其实呢有一个简单的做法，怎么样呢？你可以把刚刚的程式哈、哦、直接复制贴来改，有时候更快。为什么？因为基本上都一样，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在011里面这边插入一个模组，第二个的话呢，把刚刚007的这边哈、哦。复制过来，贴到这边，好、哦，那名称的话，也许你可以把它改一下啦，不是产线啦，可能是什么呢？哦，宜兰，好、哦，把这个名改一下，改这个哈，好、哦，把它改成这个名称。那我把这个名称呢，上面这个名称哈、哦，把它再来其他什么地方改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哦，上一样加总，好、哦。For i 等于第二到第十啊，不过其实是如果你改成向下追踪，你就不用改了哈、哦。然后呢，哎，特别注意哦 ，left 二等于什么呢？苗栗，哎，基本上一样，所以哈、哦，你这个地方的话呢，哈、哦，就把这边改成苗栗，那不用加个星号，你不要每一次加这个，好，这个不用，因为我们是切前面的两个字，但是呢，我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是宜兰，所以其实这边的话，你可以再加一个或，所以 O R 就可以了。好、哦、，OK， 好、哦，这边把它改 O R，OK，、okay, O 什么呢？这边把它复制一下，这一串哦 ，Ctrl 键有没有按住？这边把它改成苗，哎，把它改宜兰就可以了。那、啊、你会发现哦，其实我有时候在写程式哦，都会用复制贴的，好处就是哈、哦，第一个一定比较快。第二个的话也比较不容易写错，这个是我自己的习惯，不过你不见得代表你也要这样的哈。然后呢，加总的话是把 B 栏的东西加起来，所以把它改成 B。如果这个或这个，哎，就加这个或这个啊。加完之后的话，帮我输出到哪里了？输出到 D2， 所以先把它改成 D2。好，程式写完了。哦，所以意思哈，以后呢，如果你有个范本拿来改，其实是最快的。OK， 好，所以记得哦，你慢慢要习惯累积范本。真的后来发现很多同学学完之后，最厉害的还是复制贴上，好，那把旧的贴来改，其实最快的。不然的话，有些同学哈、哦，要叫他重新再想程式怎么写哈、哦，真的还有点困难。但是也不是说叫你就是都一直复制贴上啊，这也只是暂时性的哦，你不要永远都这样啊。如果以后程式你写不出那。如果没有范本怎么办呢？哦，你会写一封信说，老师，你可以帮我写个范本，让我贴一下。好、哦、，OK，
好，我那再有最后我们来试一下哈，来贴一下，来直接执行试试有没有啊？细节我就不赘述，因为一样啊。如果你现在还看不懂，没关系，按 F 8慢慢逐行跑 ，OK， 道理应该都知道了哈。这个是011部分啊，一样做完之后哈，请你把它储存一样启用巨齐。那今天最后还有一个题目，不过下一道题比较难， 009。这个009哈，一样把它下载，它这个难度又比刚刚的两题呢还来得更困难。什么意思呢？这边有这么多人。请你帮我把前三跟后三加起来，前三哦，所以你也想说，哎，这个范围里面谁的薪资排前三，谁的薪资排后三，哦，啊，那你想第一个你要排序嘛，然后再算出一二三四，对不对？排序要把前三，没有，我不希望你们用，我希望你们用三米符。但是你要知道前三跟后三，所以刚刚不是有一个条件是大于有没有大于五万小大于五万加起来嘛？这个概念就是大于排第三的就可以了，大于等于排第三的，所以你可以怎么这个范围哪一个是排在前三嘛？前三就是你算出第三的，大于等于那个第三的不就是前三了吗？怎么抓出？对对对对，哦 ，OK， 所以这边的话哈，会需要多知道一个叫统计的函数。那怎么抓出最大的？这里面有个什么呢 ？L 开头的，它应该可以猜出来。Large 有没有 ？Array 就这个 ，K 就第几大？那最小的，哎，大家顾名思义，有个什么？small 有没有？哎，包哥没用过 small 就是什么了？就是最小的 array 这个范围里面 ，dk OK 哈，那你可以把这套用上去，其实结果就做出来。所以我说这一题又比前面两题来的更困难哈。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哈。好，011就两个范围，宜兰苗栗跟宜兰的那个职工人数的加总哦。